小宁。刚进组的时候比较紧张吧，这第一次嘛。怪怪的，我已经在这么多唱歌，韩的那个角色就是他是我的孙子嘛，跟奶奶说一模一样。孙媳妇儿啊，很多孙媳妇儿到了现场，奶奶表示很开心。你要不要去不去？我们每天晚上酒店下面都围满了人。享受到巨星的那种感觉，我一出门哦，也都来了。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呆萌的状态。见面就指教指教，然后90度的。啊，年轻演员最危险的通常是跳，但鹿晗表演后跳特别好。哎妈，那么重你怎么去住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写的歌了。就说话很自然，小鹿一讲一些台词，然后就现场的那些化妆老师们啊，你的工作人员每个都哎呀好可爱。然后我就想把狗拿。我觉得他是标准的出生之犊不畏虎的类型。重返20岁，我们相遇在最美好的时光。这是一定要去看电影。